天救王公公。好，这么说咱们就一刀两断。孙院长，太监，姑娘，我是一定要救王公公，告辞了。去救。奇怪，好像没有什么，也顾不了这么多了，我还是救王公公要紧。马上调锦衣卫跟东厂的全部人马化妆出关。城隍会不会有危险？不会吧。启禀公公，卑职在后监视，见到宋英的儿子女儿跟一批江湖人物追踪而来。哼，他们是在找死。可是那魔剑跟他们一道，我们走。公孙大侠，我们办完这件事，你一定要教我剑法哦。每一次我跟你讲话，你总是冷冷的。这是在对不起，我这个人不大会说话，请你要原谅。其实啊，我并没有怪你。大师兄，你有什么心思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担心。忘点路再说。大师兄，你是担心他们？大公子，大公子，什么事？王姐刚刚看到王勇那群人匆匆上路了。啊！好，我们赶上去。是，走。启禀海婆婆，他们快追上王勇了。追下去，走。
干什么？老贼，你的死期到！你不配取老夫的性命。老贼，你误国害民，拿命来吧！我今刚要为侯爷跟驱死沙场的将士报仇。剑也不过如此。上。是。二，我问你，有没有一位公公带着人经过这儿？有，刚过一会儿。总算是接着。王公公，王公公，这一群祸国害民的东西，你让开！
Thank you.
秀姑曾经说过，她也听到过这种声音。可是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过？小伙子也进来过了。怎么说？我没有眼花。太阴后宫固然凶险，处处玄妙得很。师娘，这一定是奇人的安排。此地的雾太重，很容易让人。二位施主，前辈有什么指教？你们两个人听清楚，圣剑蒙尘不能错失，没
煽动杀机，使圣殿又沾上了血迹。不许告诉别人。是爹。师父，你为什么不愿意见见徒儿？你有什么苦衷吗？师娘，快点离开此地。爹，您老人家连您自己的女儿都不肯见一面。别拍，我们走。夫人。
阴谋手法。不会错，我听得出我爹的声音。嗯，我也听出来，不过不是师父一个人，一定还有别的人跟他在一起。奇怪，他老人家为什么不肯见我？我也在推敲这件事。师兄，你为什么不叫我去取圣剑？师娘，你取不到的。当年师父跟五毒尊者在华山论剑的时候，他们之间一定有很多不能告诉旁人的苦衷。师父他老人家跟少林、武当还有很多其他各派门的人都入了圈套，可是目前恐怕他们没有办法离开太阴谷，所以才让我们看到圣剑，只是让我们死掉找圣剑的决心。他们是希望我们一心一意地为朝廷、为江湖去做一番事业。师兄，我不明白你话中的意思。师娘，如果是师父能把圣剑给你，他何必故弄玄虚呢？这是一个阴谋，是要把江湖的英雄一网打尽。这个阴谋在40年前就已经发动了。你看，在这里师父留的有话，只是大师兄没有注意到，我们也都没想到。老夫所料，不惑，在你确实侦查明白，王勇那个老家伙是死在宋天剑的手中。嗯，是的，属下特地看了看，这些锦衣卫没有一个活的。那么马身呢？也逃了。啊，好，好极了。待会儿我去禀明圣上，以后这个提调场位就该轮到我了啊。启禀公公，锦衣卫千户葛大鹏求见。叫他进来。是。我属下在。大鹏是锦衣卫马慎的心腹，他待会儿进来，给我除了他。遵命。这个人的武功不怎么样，你对付得了的。参见卢公公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陈王兵败，王公公战死，马慎也逃了。公公知道这件事情？这个我已经知道。那公公的心愿就可以完成。不过这锦衣卫只会一职，该轮到卑职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你不过是一个千户，依附在王勇那个老家伙的手下，怎么？我活？在。公公请放心。葛大鹏，竟然你深藏不露，武功不在马慎之下。
公公不必惊慌。属下叩见少门主。响尾蛇，你也是武宗门下？蛇潭潭主葛天一就是家父。原来如此，快请起来，金姐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属下是奉门主之命，暗中相助少门主。哦，说下去。说来话长，40年前，门主安排了巧计，想一举打尽天下武林成名侠士，于是定下了华山之约。这个我已经知道了，后来呢？后来就由属下家父在贺祖洞旁暗算群雄，不幸被穿云剑客看出阴谋，于是家父就替门主殉死。当时门主也身负重伤，就由属下叔父背负家中。师父现在在哪里？第二天门主就失踪了，当时留下了口谕，命属下长大之后投生锦衣卫，一来暗查圣剑门的下落，二来就是辅助上门主已成大事。好极了，想不到师父会给我这么好的安排。武后，快来拜见葛坛主。是，武虎拜见坛主。这位小兄弟是？他是我派在达旦的细作，现在成王在我们的手中，侠为人质，我可以让朝廷随时受我们的摆布，完成师父的心愿。属下听命，请少门主吩咐。先要让圣剑门在江湖上无法立足，成为武林的功底。来来来，坐下来，我们好好的商量商量。这我们歇会儿再走吧。好吧。哎，天下这么大，哪儿找圣剑门去？啊！师弟，师弟！啊！是谁？岸上少林门下，你是望天楼？望天楼是什么地方？你要找的地方，圣剑门的，你来不及找了。师弟让望天楼圣剑门人杀的啊！圣剑门，圣剑门岂能容你们如此猖狂？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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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住！师父，圣剑门下。听到，要开杀戒。圣剑门为什么要再造杀孽？难道穿云剑客真是野心奇大，要主谋武林？圣剑门
不应该这样心狠手辣吗？我一定要联合武林中的各大门派，毁了圣剑门。阿弥陀佛！智孔大师，现在你们都亲眼看见，圣剑门已经明目张胆的与武林为敌了。看样子，圣剑门比40年前更猖狂、更可恶。40年前，只敢用诡计害人，现在居然滥杀无辜。智孔大师，我们千万不能再拖了，要动手就要快。六姑娘，你知道圣剑门在什么地方？我倒是打听出一点消息，圣剑门的李十娘3个月前在京城里出现，她冒充王妃救了西宁侯的儿女，行程好像是往北方走。西宁侯是位忠臣，他既肯搭救忠良后代，为什么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？哼，那还不简单吗？圣剑门一向以忠义作幌子，就是让江湖上的朋友以为他是忠义之辈。当初华山论剑，就是让江湖上的朋友上了他的圈套。六姑娘说的有道理，可是老衲以为这其中必然另有隐情。飞女拜见小姐，飞女已经发现一群武林中人落店打劫。哦，你看出他们是什么来路吗？启禀小姐，为首的是位老婆婆，用的是龙头拐。那是海婆婆。智孔大师，这回可没错了吧？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再这样杀下去了。柳姑娘说的对，咱们追上去报。清河道长，六姑娘，我们一定要先以礼相见，要先查问清楚，绝不能妄动杀机。智孔大师，你不能再这样慈悲下去，如果你再这样慈悲下去，恐怕整个少林寺会被你的慈悲给送掉。阿弥陀佛，六姑娘此言太重，老衲的徒儿也有伤亡。崔相，小姐，去把我们的人都找来。子母双缩门下，就是没有人帮助，也要学习圣剑门。六姑娘。是。六姑娘，贫道愿意跟你在一块儿。老禅师，你呢？老衲当然要为武林除害，不过两位既然已经先有成见，万一我们误会了圣剑门，将来如何向武林交代？什么人？智孔大师，你看到什么了？没有看到什么，倒是听到了一种怪异的声音。如果此人在我们旁边偷听的话，那他的武功已经到了超凡入圣的境界。去找找公孙勇，要装出没事的样子。好，慢点，看看有没有人跟着他。有人？什么人呢？
那我去看去。不用了，让凤丫头去，公孙勇才不会起疑心。去吧，凤丫头。好。您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我敢确定，刚才我好像听见有什么声音。没干什么。海波怪真是。海波魔剑早就同流合污，难怪会有华山之变，这都是圣剑门、五毒门串通好的计谋。姑娘说话可得客气点，圣魔二剑因为玄机道长所铸，原称太极太阴，至于称为圣剑魔剑，乃是江湖上的一种称呼。在我手上的这把剑是太阴剑，而不是魔剑。元气，你说的有道理，不过五毒尊长是你什么人？我不认识五毒尊者。指控方丈清鹤老道，你们有什么话告诉老身？你们三派弟子齐出，难道是要跟圣剑门过不去吗？不错，有不了，让老衲来说。嗨，我们圣剑门为什么屠杀武林同道？为什么要枉害我们三派弟子？还有这种事？哼，这就是证明。海老婆子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杀我门下的人呢？我以为是锦衣卫，你门下的人为什么鬼鬼祟祟的在房顶上？你们大举出动，已经连害了好几条命。胡说，老身是为了刺杀奸宦王勇。各位前辈，在下是西陵侯之子，我们一家和王勇有血海深仇。哥哥，让我来说，是我们的师父派我们来报仇的，他们都是帮助我们的。两位小施主是西宁侯的公子小姐，正是。老方丈，你们错怪他们了。哼，叫穿云剑客李云浩出来说话。看你的手法，好像子母双说柳婷婷的后人。你师父都不敢直呼先主人的名讳。当年海婆婆，不要再提当年穿云剑客的事，那是个圈套，一口气害了许多名将。哼，你们圣剑门好毒了。牛鼻子，不要再胡说八道！你要再胡说八道，老身就要教训教训你。清鹤愿意领教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在下秦康，原来是西宁侯副将。久闻各位都是武林中的名门正派，为什么会轻信谣言，和我们作对？这什么叫做轻信谣言？分明是我们亲家的人。秦康，秦康，秦将军。
天之下的武林中人，杜世贤不知忠义，不是卖身做那些太监提调的场卫打手，就是些不明是非、轻信谣言、逼害忠臣。你胡说！住手！老衲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们一定是来杀害公子和小姐的，你们是要替那个老太监报仇？你胡说！住手！这是我知道，我们退，退！圣剑门回去。是。遵命，走。好高的手法！这怎么像极了本派绝传的天女散花手法？两位道长，我一定要逼他说出圣剑门的驻地来，这个人就交给我。秦将军，满怀忠义，老衲不能让他受苦。清河道长，清河道长，你在想什么？我是在想，那个暗中的人到底是什么，而且他的暗器手法是那么的高明。六姑娘，你想出是哪一派的？我也是想不出来的。不管是哪一派的高人，老衲都要感谢他。为什么？我们再打下去，占不了便宜。你看看这个案子，是泥巴，可是劲道十足，好像是很霸道的案子，真是把我给吓住了。看他所用这种案子，就表示不想伤害我。我们有谁受过伤没？不错，真是好高明的手法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先回去再说。本门绝传了40年的手法，怎么会出现？哎呀，糟了！秦将军呢？哎，糟了！刚才我们怎么没顾到他？那我去找他。不用，秦将军自有保护，你们速回望天楼。是。走。公孙大侠，公孙大侠。哎，伯伯，公孙大侠，我去找他好了。不用了，凤丫头，我们还是听命行事。海伯伯，那个使者。凤丫头，那位使者已经亮出当年圣剑门圣剑令，还会有假吗？嗯，公孙勇，一股邪气，让他走好了，走。Thank you.
叩见义父。下次不得擅自行动。是遭了谁的暗算？这神秘怪客又为什么不杀了公孙勇？他是手下留情，还是别有用心？敬请明天同一时间收看《圣剑千秋》第六集。